千般锣鼓百般灯，接歌向舞闹满城，四海携手尽欢腾。一支热闹的花鼓灯舞大花场拉开序幕，大温哥华民众一下走进了有东方芭蕾之称的灰文化当中。花鼓劲舞枫叶琴呢，到加拿大来呢，主要还是想把就让中国文化走出去，让这个世界呢更多的了解中国，我中国那些了解世界。花鼓劲舞枫叶琴晚会总策划、加拿大安徽同乡总会会长赵完全介绍说，南戏黄梅戏，北舞花鼓灯，是安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艺术，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，让徽文化走向世界。家乡的艺术家来温哥华，圆满的完成了这场演出，我们温哥华的老乡都感到很高兴。演出团一行也将首次参加温哥华7月1号加拿大国庆大巡游活动。凤凰卫视祖克勤、吴景，温哥华报道。